儿丈夫那怎么算？自古来在仗一头偏。恭喜三号进入四强，来一起看看他们的多才多艺。夫妻是婚姻自主，反对老一套，自己的对象自己挑，别人都管不着。天使哥，你的对象选没选好？人家都说你眼光高。观众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少儿组总决赛五进四的比赛。在勇往直前这一环节之前，让我们有请表演嘉宾王铁柱和他的搭档为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表演。乐队老师请。巧哪吒生来就爱玩水呀，和我的小伙伴们起早到海边呐、打上夜叉还不算，破绸子搅的我们还水上下饭呢。我本是陈塘关的三太子，小命哪吒就是咱。这些年你们害死多少人命，今天我让你用命还。太轻心高兴啊，四海龙王下大雨，今天水淹你们陈塘关，哪吒害死我儿一条命，我让你们加倍还呐、喊叫声龙王要听言，你们四个老混球快闭嘴，我一人做事一人担，你们马上快停水，我给你儿子把命还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勇往直前。勇往直前此环节为选手的终极比拼环节，由评委和现场的大众评审共同投票，120位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60%，评委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40%，得票比例较高的两组选手直接晋级四强，得票比例较低的一组选手将被淘汰。小手上啊，
二娘啊，那你姓啥？我咋想不起来了呢？上次来我不都告诉你了吗？那告诉我，我不都给忘了吗？二娘啊。咱俩不一样，你属母啥样？你属绵羊，我属山羊啊。香肠把绵羊找，羊找羊来，他们练成帮啊。实在强啊，哎哎哎呀，光看二娘没注意，又走了锤子砸了缸啊。二娘我嫁妆生了气，叫声咕噜你听短长，锯缸不把缸来瞅，为啥盯着我二娘？我要是看你，我都刷牙眼儿了。咋的刚啊，我没正眼看，光着先瞅，不管你咋样看，我得打你几巴掌。光说打来我下不得手，要是打坏了咕噜我还疼得慌啊。回到县衙啊，一心回家盼望我的大长兄，我出言禀答军师，叫叫声军师你是听，跟我走跟我走，跟我回家盼望我的大长兄啊。二武松我带领军师往前走，十字大街面前迎啊，老邻居见我他们都躲着走，我的朋友见我他们也不吱声，我没得罪哪一个，为什么人人见我冷如冰？我十字大街正人发愣，
去，你哪知你弟呀出了大事情、啊、你嫂子勾引西门庆、啊、杀了武林呢、啊、你的大长兄，二五叔带领军师往前走，眼前来到何九叔大门前，手拍门板啪啪响，叫一声何九叔你快点给我啊开门风啊。人长几遍。
写在上边，没事是你常把兵书看，就像围棋在眼前，棋吃卷你也别把围棋卷，我作奸战袍为你把孝穿，只要我今晚脱围出去，定能够鞭敲金灯凯歌还。到那时你把我的尸骨移回到凤阳县，埋在当年的草庐前，渴了还能喝口清泉水，饿了还能把野菜挖，没事是你山山岭岭走一遍，生前死后心相连，肩并相长相，岂为丈夫守身如玉，剪莲花长香，根苦花香甜，剪残剪长香，寸残到死丝不断，珍珠檐下长香，高山作证的苦姻缘。能夜夜托梦到君前，想起是你把围棋还，两军阵前我保你平安，没事是你常回去把我看，别做了高哎呀，人生总是有遗憾，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剩下的这三组选手，最终总有两组可以晋级，总有一组是要被淘汰的。这个时候韩老师，对于场上这三组选手今天整体的表现，您再来点评一下吧。挺有意思，这小孩演大人戏那玩意儿也挺招人看的，特别是那个巨大纲那小爱情戏，一个小光棍一个小寡妇，两个孩子完成的非常好，哦，稳稳当当的，嗯，你瞅那眼神一点邪心都没有，非常干净。唱功也可能太劳累了，个别的唱不是很平，你等咱们这个小明明呢，还是发挥他自己的优势，他善于扬长避短，他现在大部分演出是停留在学习的初始阶段，他就是把唱腔学会了，学会之后我照本宣科，但孩子的条件非常好。最后这两个选手大家都说小女孩唱得非常好，是这样的，一上台就玩命，而且演唱的时候也玩命，我挺喜欢她这种状态这种风格。男孩呢就是这种目前的自然状态，你看穿得非常有战斗力，但一张嘴什么力量就差点就感觉，但是两个结合在一起这个戏完成的依然很光彩，祝愿你们取得好成绩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韩老师，谢谢。那现在我们现场大众评审，请拿起你们手中的投票器，场上剩下的是
二号、四号和五号，喜欢谁支持谁，觉得谁今天他们的表演更能够打动你，就请为他们投票吧。二号、四号和五号，五秒钟倒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投票结束。谢谢所有大众评审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现场的七位评委老师，请在这三组选手当中，二、四、五当中，明确的用一句话告诉大家，哪两组是你们认为今天发挥的更加出色的。从孙老师开始。从孙老师开始。我选二号、五号。张岩老师，你的选择二号、五号。好，何老师呢？跟他们同样意见，是二号、五号。好，韩老师呢？我同意老何的意见，二号、五号。好嘞。严老师，一样，二号、五号。洪老师，我在这两组选手当中，我首先选择五号，完了再是二号。咦，五号、二号，好，你和他们不一样。五号、二号。好的，那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呢？是要我们评委老师的投票加上大众评审投票共同相结合，才能够产生我们今天四强当中的最后两组选手。来，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结果。谢谢。哇，成绩非常的接近呐、我宣布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少儿组总决赛五进四，最终场上剩下的这三组选手当中，晋级四强的是二号贺家伟、房洋洋，和另外一组，他就是五号王继慧、马帅。恭喜两组选手进入年度四强。场上三组选手回头看成绩。小明，坚强的小明，勇敢的小明，同时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小明。小明，其实我觉得你一个人能够战斗到今天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，你觉得呢？向最后最现场的观众大爷大妈们说点什么？谢谢叔叔阿姨和爷爷奶奶们对我的支持，谢谢。我心里头就打三儿啊，一看见寡妇二嫂我心里就撒欢啊。兄妹二人难见面，一晃就是好几年呐、没想到啊，没想到贤妹如今